所有人选择的路都要继续走下去。师父，你跟死者关系特殊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她是我最亲的朋友小梅。两个年龄相仿、身材相似的女人，一个跌落天井身中数刀，一个却毫发无损。那个她努力想要维护的人应该才是真正的凶手。你在想什么呀？想师父。这只蜗牛啊爱上师子了。你像个小怪物，从外星来。决定你去留的只有三个月之后的体能成绩，不要讨价还价。你吃饭也像蜗牛啊，如果不能适应你可以离开刑警队。师父我懂了。既然是对张世庸下手，那么他身后的叶氏集团恐怕也脱不了干系。他心里有怀疑对象，他比谁都希望下一分钟能找到真凶。我是刑警，只看证据，不听故事。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就在我眼前，可是我看不清楚。组长，他今天会出现。别说话，注意观察。行动。写什么呢？我只是在画画。太幼稚了吧。为什么画成动物？那是我心里的第一直觉。许许，爬一样的跑了不到三公里，你是蜗牛吗？那个被心灵锁硬塞过来的女孩许许是吧？就是那个长得像那个机器小怪物似的，身高也就这么高吧。体能不及格来重案组，成为我市第一个被歹徒劫持的刑警。季队也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要是搁到古代你可得以身相许。要么及格要么滚蛋。你这是跑还是爬呀？加快速度跟上我。最近食欲这么差，还瘦了好几斤。那还不是因为训练你。我胖了四斤。师傅他是我的偶像，当然喜欢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很喜欢很喜欢你。那个时候我是你的偶像。嗯，我一直是你的赶超目标。睡前就不要喝咖啡了，咖啡因会刺激大脑中枢神经系统、呼吸系统和心脏。这只蜗牛啊爱上狮子了。你怎么脸那么红？怎么越来越红了？我想你误会了，我给你买好吃的东西不是为了讨好你，更不是为了跟你讨论案情。那是为了什么？徐徐，为什么要当刑警？探究真相，抛开一切掩饰伪装。你是警察？
把藏匿的真相找出来，这是最有挑战的事儿，也是最有乐趣的事儿。我从警十年，像你这样被我绳之以法的败类列成一张单子，比你杀人作恶的名单恐怕要长得多。我喜欢观察人，再大的事件，人都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因素，是事件的主导。我把它像虫子标本一样的钉在地上。我没有想到有事。小宝贝儿，把枪放下。每一位还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都有可能突然就失去。我懂了，刑警真正面对的不是聪明与更聪明的对决，而是血淋淋的生死。别动！我的人怎么出去怎么回来。师父，别怕，有我在。